首先就有容祖兒同所有 My FM 嘅聽眾朋友打個招呼先。Hello， 各位 My FM 嘅觀眾、聽眾，你好啊！啱啱做完 show 嘅坐咗地。咁啊，而家嘅心情點樣啊？頭先非常之開心，我睇到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大合唱嘅感覺咧，我非常非常係啦，現場大陸聲都沙曬啦。我今日其實都好輕鬆啊，因為早一個禮拜之前先啱啱做完本啦，咁其實自己嘅狀態都好好。亦都好耐冇見到馬來西亞嘅朋友啦，又即係隔咗差唔多三年冇見佢，咁所以我心情好興奮咯。今日會俾自己打幾多分咧？我覺得啊，其實總括嚟講，個人又唔可以太過自滿嘅。咁啊，十零分都有嘅。十零分。八十零分。係啊，咁跟住我咁剩翻嗰啲咧，就觀眾俾我嘅。咁即係都要問翻下，而家馬來西亞呢一場做完啦，繼續落嚟工作安排又會係點咧？繼續落嚟咧就17號，我仲有多場1314嘅喺佛山，係啦，咁所以都仲要係保持住身體好健康啦。咁另外就我都出咗新歌，叫做《紅分點唱機》嘅，係啊，咁應該遲啲會同你哋做分享噶啦。咁就係梁海峯featuring海峯嘅一首歌嚟嘅。另外就新碟就是其實做了演唱會之後啦，咁而家啲首歌就係第一隻派糖作品咯。咁其實呢隻碟咧已經錄好曬好耐啦，咁我諗錄好一年冇咯。咁因為今年要做演唱會，咁我又唔想即係搭住，咁我就希望可以分開咗，完咗演唱會先派歌咯。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準備就緒咯。係大概幾時會發到咧？咁我覺得咧就反而唔係咁急嘅，因為我想派多啲歌先，等大家即係可以聽多啲我呢隻碟裏邊嘅歌，覺得好聽啦，跟住先買。咁最近大家都知咧，尤其是而家朱莉都喺馬來西亞啦，即係睇到啲空氣嘅質素都非常之差嘅。咁我哋希望可以透過朱莉咧，就呼籲下所有嘅 MyFM 嘅聽眾朋友，大家做好啲安全措施，咁啊可以照顧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包括嚟眼啊、聲啊啲身體健康，即係出街戴口罩啊啲咁樣，可以呼籲下所有嘅朋友。其實我就覺得點講咧，空氣污染咧係好難去立刻去改善嘅，咁但係每個人都可以更加愛惜呢個地球多啲啦。其實對最後受益都係自己，咁但係喺呢個環境啦，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大家都要保護自己嘅身體健康啦。譬如洗手洗多啲啦，出街戴口罩啦，同埋飲多啲水，啦。做多啲運動啦，食多啲有益嘅嘢啦，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令到你身體可以有一個好強嘅抵抗力嘅。最後一句就要中意補一句啦 ，My FM My Music， 我係容祖兒。My FM My Music， 我係容祖兒。恭喜曬容祖兒，多謝曬容祖兒 ，Thank you。